你有什么不能回家说去？你这样怎么跟你过日子？谁愿意跟你过呀？你每天晚上假模假式的回去，白天你偷偷摸摸跟别的女人在外边开钟点房，你啊！一般的医生挂号费也就几块钱，一个专家挂号费也就几十块钱，大家呢都觉得贵。 可是大家想一想，现在修一双破皮鞋也要十几块钱，洗一台车也要几十，哎，大家觉得这个便宜，我就奇怪啊！你说修破皮鞋、修车，难道比修人还贵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医患关系啊，最重要的还是沟通不够，是吧？大家对这个。 对不起啊，你私藏的酒是到底怎么回事？依然，有事儿咱回家说吧，开会。个大骗子！我来讲，我来讲。依然，你冷静点。你没法冷静，这是在拍小品吧？这钱是给你留着吧。鲍律师，你先回去。 这，我老婆没事，我自己来处理。外面快走！哎，你们需要是不行吗？说，你外边还有谁？今天你把这话清清楚楚给我说明白，你让我死也死的明白。对不起，我那个耽误大家几分钟啊。让我求你了，你在外边给我留点良心嘛！你不要脸，我给你留什么脸？你到底个骗我到什么时候你？你疯了吗你啊？有事不能回家说去？你这样怎么跟你过日子？谁愿意跟你过呀？ 你每天晚上假模假式的回去，白天你偷偷摸摸跟别的女人在外边开钟点房，你啊！你个王八蛋，你后悔了吧？你现在回来想跟我分财产是不是？你卑鄙，你无耻，你混蛋，高大上！是不是？欣然，别逼我，你是不是非要逼着咱俩离婚？离婚！你叫李安。 好了好了，哎，再婚送新婚啊，祝福你们啊，以后千万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啦？好吧，嗯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又劝和了一对，很有成就感呀。哎呀，苏三的鸟儿曾算对，露水青山。 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们为什么又来了呀？为什么呀？你们过来，出来！靠靠靠靠住好了，靠不住好了，你们不要动手好了，都不要动手，记得动手不动手，你们坐，你们坐好吧，你们坐，我给你们办二位请坐好吧。不是你们带照片了吗？带了。啊好，我马上给你拿离婚证了，拿离婚证。快点！啊，不许洗，小子，你不要喊好不啦？ 这个没有了，先看这一张。高大上，扬名正身。哎，你想好了哈？想好了。啊，房子归他，财产归他，孩子归他，自由归我。高房难解。好，马上看房。请坐好。第一站，扬名正身，你也想好了哈？我想好了。 孩子归我，房子归我，财产归我，其他感情全归他。通情达理。好，马上咔嚓。啊！我求求你们以后别老来见老年好吗？你们让我很失败，你们晓得吧？真的，求你不要再找我了，好不啦？求求你们了，真的。 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留下心底温柔？给我爱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。
我的这个血型大，快要爆炸了，就跟坐火箭俯冲大海没什么两样。我为老婆孩子存点钱，这有什么错？女人为什么就不能理解这一点呢？高大夫，请进。高大夫啊。 那个非要告你把他整成稀烂鼻子的女的，现在不告了，包律师啊跟他协商呢，留个书面的东西为证就可以了。放心了吧。过去了。不是，你这状态不行啊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休息几天。哎，别休息了，院长。最近又是老婆闹，又是姨闹的，给医院添了不少麻烦。 我看干脆，我引咎辞职吧。什么？引咎辞职？想你都别想，引咎可以，辞职不行。我给医院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高大夫啊，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吧？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从私人感情上来讲，你系我个男闺蜜，从工作关系上来讲。 我搭台擂台戏个嘛，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好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呀算你带薪休假啊，有什么事儿，医院帮你顶着，啊？怎么还有戏嘞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晚上你在这住都行。啊，住医院不合适，我还出去找房子吧。随你便，但是辞职不可以。 说实话，我现在真不愿意到你们医院来。我从医院走廊一过，所有的人都按第三者的礼遇刷刷刷的给我行注目礼，尤其是你们女院长为首的女同志，不管多大岁数，都跟我泡了他们老公似的，我都能闻到醋味儿。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回头我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。你倒霉就倒霉在爱解释上，这种事儿越描越黑，你就应该不解释，不理睬，不在乎，不要脸。 我还不要脸啊！说的心灵鸡汤一点，我不是说你不要脸，就是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这是没脸在这干了，要回家了。我回什么家？家都离了，这次真离了。院长，让我好好休息几天，安顿一下。哎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。回房别等我了啊！好。 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啊！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去看看房子。我刚才联系了一个房屋中介。你再租房子？我跟你介绍一个好了吧，两居室特别宽敞，一个月租金1500。多便宜啊！啊，合租的。哎，我都已经快混成蚁族了。几个人合租啊？就两个人，一个房东，一个租客，跟你一样都是离婚男人。 那粮食一听不已经有两个人了，我住厅吗？不是，那个租客呢拖欠房租，他马上就要搬走了。哎呀，不多说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走走走走。你说咱俩在这儿掰扯半天了，也没什么用。你呢也别太较真儿。我觉得咱俩不合适，咱就算了吧。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啊？你说算了就算了，什么都你说了算是吧？ 那当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合适，不是也你说的吗？你还说你就喜欢我这类型，就嫌我瘦了点。真的这半年多，我啥都没干，净增肥了。我这是为你好，你看我这条件啊，就这个。我这不是担心你将来跟着我遭罪吗？那我嫌弃你了吗？啊，对，你是没嫌弃我，我自己嫌弃我自己，行不行啊？我自己不嫌弃你自己呀，刚子。
我喜欢你，我就不图你有钱没钱，我喜欢你的潇洒，特有男人味儿。你知道我最需要啥吗？你最需要啥？需要爱。啥爱？反正我是不会离开你的，撒拉黑。来，高大哥，这是这儿，两梯两步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不是那个布律师家的？对对对，这是他家。我给你介绍的是对面这家。太巧了，你不伸冤两不聚是我啊？你怎么不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呢？遇事不能那么消极，你要我正能量，正能量就行。小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高大哥，这是房东郝小健。哥们儿，这是误会了，真的误会了，这你满身是乱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给我添什么麻烦。高大哥呢，想租你这个房子，他非常的符合你这个条件，离异啊，单身，还有付得起房租，还是个男的。轮组三了呢，当搁这不想让我们进去是吧？高大哥，来进来，哥哥。小健，你带高大哥参观一下。哦，没事没事。这是个厅，这是一间房，我住的。那还有一间房，这厨房、卫生间在门口，刚进门这个地方。怎么回事？这和女的合作，这多不方便啊！可小妞啊，这是金继刚女朋友阿美。金继刚，金继刚！哎呀呀，喊什么呀？喊什么呀？你又换女朋友了？哎，这是换。哎，哎，你来找我的？他是来看房的。你好，病人稀罕，爱新觉罗金继刚，爱新觉罗是我的祖姓，你可以叫我吉刚或者刚子都行。幸会幸会，我叫高大上，高大的高，高大的大，高尚的上。哎呀，这名字好，都知道什么意思。好什么好？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。我住哪个房间啊？没房间了。郝小健，你不说金继刚要搬走吗？嘿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搬走了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这房租拖俩月，你这往外撵我呢？他是慧芳姐带来的，我就跟他发发牢骚，谁知道他真信了？你闪开！什么叫我真信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他交不起房租，你把东西全部扔出去。嘿，郝小健，我是差你那两月房租了，是怎么着啊？啊，你还把我东西都扔出去？咱不带这么歹毒的啊！关键是我真的扔了吗？我就这么说说不行吗？你要住，那就住客厅。只能睡沙发。我不睡沙发，这沙发怎么睡啊？那没办法，客厅，一个月1500。客厅你还要一个月1500？你穷疯了，脑子瓦塌了脑？那就不租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决定租了。啊？1500没问题啊。客厅你也住得惯吗？我现在哪有资格考虑住得惯住不惯、啊？我只能考虑我住得起住不起啊！好，高大哥，头两个月的房租给我就可以了。嗯，你收中介费啊？他欠我酒吧的饭钱没给。慧芳姐，不带你这样的，你这不等于变相讨债吗？高大哥，高大哥啊，你这是为什么离的婚啊？啊，出轨了？谁出轨了？咱俩熟吗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刚子。你烦不烦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习惯性出轨，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啊？身边一个犯贱的，远处还有思念的，还有一帮子没事闲扯淡。阿美在我房间里，小声点儿。阿美撒尿啦！金继刚，哎阿美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了。你别听他在这儿白话，他满嘴跑火车。你拉倒吧，你才满嘴跑火车呢！我问你，谁是犯贱的？谁是思念的？谁扯淡的？你说，哎，阿美。